介绍介绍衣服，因为昨天已经有先发预告了，然后这一件我觉得穿起来很舒服之外，然后其实它也很显瘦，然后它有分两个尺寸哦 ，M 号跟 L 号，然后我还是穿 M 号，我现在肚围已经要100了，然后已经8个月了，可是它都很就是都还有空间，这个我穿到身没有问题。然后怀孕其实就是也可以当一般的娃娃装穿，又可以遮还没有瘦下来的肚子。这个其实正面看也看不出来我有肚子哎，对不对？嗯，看不太出来。然后它有很粉嫩的粉色，然后跟深色的蓝色。如果比较不喜欢穿那么粉嫩的颜色，就可以选深蓝色。我觉得深蓝色也很好看，而且可能会比较显瘦一点哦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两件式的。那它里面这件背心呢，它是长版的，所以它就是可以直接当成洋装的内搭。像如果你有一些洋装比较透明的话，夏天比较轻薄的洋装，你里面如果没有内里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内里穿。嗯，而且它弹性非常好，又要拉出镜了。对，它是丝质棉的，所以它弹性很好，很亲肤，很舒服。没错，它不是哺乳衣哦，它是一般的洋装、孕妇装。然后可以看一下哦，我的身上这一件，它的材质外面材质是雪纺的，所以它会很飘逸。然后可以看它这边是有胸高腰胸线的设计，所以你整个比例会看起来更好，就是感觉腰就在这里这样。然后袖子的部分它是有做荷叶袖的。然后其实它的袖宽，我觉得它的袖宽也是够的，穿起来都不会 KK 的，是很舒服的。